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绍关正杰加盟宝丽金嘅第一张唱片《天蚕变》。全碟11首歌里边，净系得3首原创歌曲，就系丽的电视武侠剧《天蚕变》嘅主题曲《天蚕变》，以及2首嘅插曲《孤芳独对天》，同唱红咗柳英红嘅《换到千般恨》。另外8首是改编自英文歌、日本歌或者台湾的国语歌。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这些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其实这些改编歌曲都有很值得欣赏的地方。全碟11首歌，卢国沾包办了8首的填词，包括有《天蚕变》、《问君知否》、《相对无言》、《孤芳独对天》、月亮照高原、雪中情、换到千般恨和一个浪花。另外3首歌，旧事随梦去、莫彷徨、我要走天涯，是由郑国江填词。这3首歌原唱者都并非是关正杰。旧事随梦去原唱者是徐小凤，莫彷徨原唱者是甄妮，我要走天涯原唱者是林子祥，还有1首由卢国沾填词的《一个浪花》，原唱者是张德兰。这首歌收录在张德兰的《茫茫路》大碟里面。难得的是关正杰唱这4首歌，唱出自己的风格，完全摆脱原唱者的影子。我最喜欢的是比较冷门的《一个浪花》，大家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结欣赏关正杰唱的《一个浪花》，看看你又觉得他唱成怎样。70、80年代香港的广东歌有很多都是改编歌，关正杰的这张大碟也都不例外。8首改编歌里有4首是改编自英文歌，改编自日本歌或者台湾国语歌的就各有2首，其中《相对无言》、《月亮照高原》、《莫彷徨》、《我要走天涯》是改编自英文歌，而《一个浪花》、《旧事随梦去》是改编自日本歌，《问君知否》、《雪中情》是改编自台湾国语歌。我想在这里跟大家浅谈下《天蚕变》、《问君知否》、《雪中情》和《月亮照高原》这4首歌。《天蚕变》是卢国沾得意之作。卢国沾说自己创作的动机是以一个《战》字贯穿。当年佳艺电视倒闭，卢国沾有感大失体面，很多佳艺电视的同事都加入了丽的。丽的电视上下员工都很憎三色台 TVB。 卢国沾捉紧员工对 TVB 杀气腾腾的恨意，去找当时丽的电视的揸飞人黄石照先生，建议既然员工这么杀气重，不如向无线宣战啦。黄石照答应了。就是这样的情况下，丽的电视向 TVB 这个巨人下战书，创作出《天蚕变》这出电视的经典武侠剧，还有这首经典的战歌。《天蚕变》既代表了卢国沾的心境，亦配合《天蚕变》剧情内容而创作。命运在冷笑，暗示前无路，好像是说佳艺电视倒闭之后员工的处境。浮云在身边发出警告，
我高士阔步，对付 TVB 呢个巨人，我虽知似山头猛虎满布，但我并非胆小英雄，绝不愿停步。如果要赢，就要抛开外务，饱遭煎熬。我早知代价是咁高噶啦。一隻待变的飞蛾，要在茧里面储足能量，释放吐尽，茧中天蚕必须破笼路。卢国瞻认为要赢这场战争，就要永不顺命数，经得起波涛，唯有抹去了眼泪，背上了愤怒，让我攀险峰，再与天比高。跟住要同大家讲下《问君知否》呢首歌。呢首歌系改编自齐豫嘅《橄榄树》。当年齐豫唱《橄榄树》惊为天籁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唱到街知巷闻，风靡港台。但是关正杰的这首改编歌《问君知否》，就似乎不是太多人留意到。《问君知否》写的是越南船民问题，是比较少有的主题。70年代后期，越南船民是香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卢国瞻为船民写出盼望，认为他们艰苦日子有尽头。船民离乡别井，付出大量金钱，还要冒住危险，为了就是自由。因此即使日子更难受，多少风雨都愿忍受。但另一方面，港府的船民政策也未必好像船民想象中那么理想。船民来到香港，被困在禁闭营，前路茫茫，真是明日运气，问君知否。第三首要同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《雪中情》。《雪中情》是关正杰的经典冧歌，改编自一首台湾校园民歌《如果》。邓丽君、徐小凤、张国荣都先后翻唱，同样出色。但我始终觉得关正杰这个版本是最动听的。如果原曲比较轻松，而雪中情的节奏变得抒情缓慢。卢国瞻写哲理歌一流，但是写情歌亦都有他的一手。卢国瞻写的歌词不是好像林振强、林敏聪那么花言巧语，令人迷醉在浪漫的气氛中。雪中情出现的画面是一个老实人关正杰在你面前融融细语，真诚表达出真挚的感情。雪中情写的是两地情，寥寥100字左右，写出简单而真挚的信任与思念。两个恋人的情感纯洁如白雪，永远不染尘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，表达出远方恋人的思念。要维系身处异地的两人感情，就非要信任不可。因此要全是噩梦，
不可心惊震。他日回来时，就可证实我真心爱微敏。最后要同大家分享嘅系《月亮照高原》呢首歌，系改编自 Wendy Ramona 嘅名曲《Just When I Need You Most》。原曲旋律优美，百听不厌，系一首70年代嘅经典英文歌。卢国沾嘅词加上关正杰嘅唱功，绝对不逊于原曲咁精彩。歌曲描写怀念旧日嘅情缘，黄昏日落，月亮上升，系普通不过嘅事情。但卢国沾联想到逝去嘅情缘，所谓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回忆尽是美景，但恋人已不在身边，夜阑人静，唯有向天问一句：月在那方圆，几时才可以团聚呢？人的相处是很讲缘分的，有缘当然可以相见，但无缘就得失好比打个转。卢国沾写情亦喜欢加上一些哲理，是他的一贯作风。特别一提的有几句关正杰用了假声去唱，唱得好正，非常精彩。大家亦可以点击下面的连结去欣赏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同大家分享的是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多谢收看。